那现在是怎样？开始录了。哦，那就有啦，还要检查吗？开始录了不代表它有被插电啊，它可能用到的是自己的电。有蓝色灯在亮啊。好好好，那就是有，那就这样啦。天华就是很平稳的，没有什么惊喜，都是熟悉的路线。你要休息啊、哦？都还好啊。为什么现在几点了？这么早就要休息啊、哦？嗯。还滑一趟哎、欸，我们的蓝线。那我们走一条不同路线。我们蓝线还没有练习耶。对啊，因为我就觉得今天完全没在练习，今天只是在滑而已。所以嘞，你要怎样？那我们坐上去走另外一个方向。快四点嘞！那你应该也没力。真的、哦？对啊。他站到四点半啊。什么叫死？不是死在你，我讲错。八板啊。对啊。现在就觉得练习波好短，练不到什么。太恐怖了，下去的点会怕了，但是其实应该一下去我们就开始转弯，一下滑滑小一点就开始转弯，但是我们会怕、啊、我觉得是讲是这样讲，这是心理障碍，不是因为那个挖工比白马的挖工还陡，白马的挖工我看没觉得那么恐怖，真的吗？对啊，白马挖工我觉得切得进去，但是这个挖工我觉得怎么切得进去啊，怎么用锤子的，而且这个他好像做的目的是馒头，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滑这一个。不是这个啊，是另外一个啊。哦。馒头的下半部有一个可以切的。行。看一下地图。你要地图吗？还是你要看 app？ app 啊，有纸的也可以啊。我纸的。你好难吗？好难。长的，这里叫蓝线还是什么线来着？先看颜色。
看我挖过的叫什么。
接回去啊，那个河流注意就是我们刚滑的那一段啊。哦。所以我们只是滑到河流注意的上半段啊。哦，看起来很陡哎、欸。看起来了。有点怕。好，不要害怕。你看这里怎么那么不陡？那就来拍照吧。嗯。好像长度也不是很长，这样大概四五个弯就弯了。所以有人就抱着雪板就走过去，默默的走过去。好，好冷哦。啊，有。嗯，而且想尿尿。想尿尿。哇哈！所以今天要滑的话，就是一直练这个。啊，我会怕，我滑一次就好了，我觉得我就会体力耗尽。对啊，我觉得第一天不要用太多力。好的，一次就好。而且就那么宽，又没有什么再滑。我觉得地不太平哎、欸。重心往前摆，对不对？我真的觉得地不太平哎、欸。冲我前面是不是？我没有冲你前面，我只是来看看而已。哦、好。虽然不大平哦，小心一点。好、哦。跳跳。嗯，膝盖放软，跳跳。膝盖放软。宽度也还好，宽度到这边。我先下去，我帮你录。啊，你先下去，帮我录。
你也太快就到了吧，还没录到几秒钟哎、欸！哎、欸，我没有开哎、欸，好白痴哦、喔！好，没关系啊，反正刚刚也才四个弯而已，才两个弯而已。好白痴，而且你超快就到啦、啊！因为左转两次。那我再下去，我再下去先，等我，我再下去还有一段。这段好也可以、啊。只知道录动作，你要要求什么啊你？对啊，是啊是啊。开始哦。我还在那边对近对远对半天，然后居然没录，白痴哎、欸！因为比较斜，我的缺点会比较大，所以我会比较知道问题在哪。好，等一下，等一下。他、啊、怎样？没事啊。没帮你录好哎、欸，好糊哦、喔。我就觉得你帮我录比较清楚，我对不到焦哎、欸。哦，对焦。你在远远的地方，我对不太到焦。刚你有看到 baby 吗？有啊，他下去了。他这里也不敢再好一次啊。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好，走。那我们现在交换手机，等一下再来帮我录啊。好，等会上车再换啊，在上面再换。
还嫌我拍的不好，糊糊啊，我就觉得糊糊的嘛。往前看，我用脚，我用脚。车开了，大家都集中在这两只吧。人多也麻烦。他们也要上。谁？那就一个叫三个在那里。那不是 baby 呀、啊。第一个。那不是 baby。哎，是哦。With us? Yeah, we can go for next round. Yeah, we can go for next round. So, 下课了.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doing very well. Thank you. 我会直的了，我会这样。你会平行了？我会平行下去。真的哦。老师教的。好，我待会上车再跟传个讯息给你妈妈，说你跟我们在一起。我被不明人士劫持走。你刚那个也不怕哦，那很高的也不怕。是走这条线吗？啊？我刚有一次整个。你刚从哪里？你刚从哪里下来的？你一下车走左边还是右边？你下车走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啊，就走右边。右边。啊，是哦。那怎么办，梦？那怎么办？你们要走。那我先走绿线了。好好好，我就过来一点。
你什么？就直的啊，直的刹车。要怎样才能做到直的？就这样平行走。他教你用什么奇怪的招式？他没有教我，就他就。那你进，他没有教你，你怎么会变成平的嘞？他是教你做什么动作什么的。对啊，他教我们做什么动作，那我们就跟着做就会。那是什么动作？就这样子啊。你记得的话，你可以拿去教爸爸妈妈。还有教弟弟。对啊，你要记得他教你什么动作。爸爸嘞？现在在传讯询问之后，他们在哪里？他们应该也在这里。从右边那里。刚有人一直流鼻血。你们班的？对啊，跟我一起流的，还有教练。教练流鼻血啊？没有，那个学生。教练会吃冰哎、欸。会吃哦。嗯。他是抓路边的吗？他抓手上的。哦。他抓路边的，你就跟他讲，可能有狗尿过。这里没有蟑螂，那有老鼠吗？有吧。老鼠一踩就先进去了吧？可能吧。这里没有什么动物啊。有，这里动物超多的。哪里？但是我们在滑雪，他们就躲起来。绿的啊，很陡的，很陡的可能是蓝的吧。姐，我
那哎、欸，很陡，那里好像还是绿的、欸，是不是？会不会是蓝的？这里这条一路往下都是绿的。版本还说他要滑黑的。疯了。对呀、啊，我都不敢滑了，要我去救他都有困难。黑的根本就只是，根本就是平的。好，我在最后面。你想要看这个黑啊？我在你后面。怎样怎样？你在看这里？然后这边最缓，对面最陡，然后回到这里下。我觉得这没有很陡哎、欸。我觉得我们刚刚下那个比较陡哎、欸。我们刚刚下那个陡死了。你要下，你要下吗？我们要再下去啊！你要，我下去下面等你啦。我会在下面吗？不，我没有周少宇，怎么可能带他走这个？我怎么可能带周少宇走这个？那我们还会再碰到吗？哦，好，拿一个缆车。你自己小心一点，我们看自己下去好了。好，我怎么录？但是这样子很恐怖哎、欸。好，好恐怖！是什么线呢、啊？蓝的啊，前面有牌子说蓝的啊。等我，等我，我还没好。太陡了吧？哦，好难用哎、欸。
刚我们坐上来的缆车。还要再可以再玩吗？我不知道，你要问你妈妈。你要肯定要跟着你爸爸一起。好了，我看。加油，弟弟 ，Go。Go。不是，你应该从这边呢，不是你那边呢。好，随便你，要走就赶快。他不要下去。他下去了，那里他那边比较缓、欸。你到底要走没？浪费我25秒。等会，我手机当掉，停，我当机了。我好像宕机了哎、欸！我好像宕机了，我看一下。不会动，好冰哦，可能是太冷了啦。好吧，先不能录了，你自己下去吧，买缆车等我们。拜拜。你先吗？还是我先？你要先还是我先？我先。不然就滑、啊，你看到没有？蓝色，还是你要下去我们这里看？我帮用 GoPro 帮你录。哦，好，下去。我要看地图。好。当然、啊，就一定要六 S， 不然下去会太快，会摔死、欸。一定要滑 S。对，一定要滑 S， 甚至要回山，懂什么？老师都讲英文，他有说回山吗？没有，老师是讲英文的。对啊，所以那回山的英文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我们走吧。好。教练都不穿呢、欸。不穿什么？哦，对啊，要随时要救你们吧，所以很麻，比较那个。你不拿，谁要帮你拿？滑下来，快吓死了！红线呢、欸？对啊，这里是红线啊。蓝线，他们这里是蓝线。好，可以下去哈。上面那是红线啊。对啊，他们这里没有红，他们这里就是蓝，他们的红就是蓝。好，要下去了吗？你要滑我前面，我滑你前面。你滑。我先吗？嗯。我滑很慢。
小心，还要加速。哦，好，小心一点，不要滑太。对啊，要小心。前面我可以帮你录影，你就滑你的路，不用看我。老师有没有说脚要并起来一点啊？脚并起来一点，脚合起来一点。合近一点，不要踩到就好。对，走，你脚搭那么开不酸吗？我不能再滑了。真的，我脚也超酸的。因为我刚那样滑，我大腿酸。哎，周少宇嘞？他不是在我后面吗？因为我从花方向，我是走右边，我是走左边，所以我们在下面才会动的。对啊，脚很酸啊，我外侧超酸的，我玩了才第一天，我酸死了。嗯？我已经把我的房间放了。你拿回房间放？哦、oh. ，我问过他了，他说叫我收据 keep， 如果万一不见了就去拿就行了。哦、oh. ，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放，万一不见就拿收据来跟我说，我还有还有剩下几件，再来要一副，对，要下去新的。我刚好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台湾来那个打工度假，是胖胖的吗？不是，瘦瘦的。我们真的是碰到一个胖胖的，是台湾人，他给我们箱子柜子。Come on.
早点收工。哦，老板嘞？在后面，在那边。很好玩吗？很好玩吗？你不见了。我们就在你旁边，然后就直接冲过来了。就是以为看到宝宝他们。没有，我没有看到宝宝。我就只是妈妈他们站在这，我就走过了。太累。啊！还要玩。第一天我们要玩四天呢、欸，体力要保留。哈哈哈！没办法、啊。那个很陡，那个很陡。那我们自己去溜，你们溜这里。我要回去休息。今天用光力气。四天要留力气。到时候反而就什么都没有。哎，这里有咖啡吗？哦，好想喝咖啡，好冷。想喝一次，就饮料吧那边有卖咖啡，就那个，我们都喝免费的。他叫房间免费，这牛奶好了，好了，房间有啊。好了，我们今天先这样吧。你要再滑是不是？再一次。好，我陪他再滑一下。那我们去那个喝咖啡，喝果汁。啊，东西要放哪里？我在公司放啦。好了，他要跟哥哥都没一起，我陪他们一下。不行啊。弟弟还不行，他们两个没办法。我可以，其实弟弟还可以，妈妈不行的。你明天不要哦，你看明天再看看，再上去，说到你看，再用互联起，这边再多练习几趟。没有，我今天这个被那个烧出去了。哎，那我，哇塞，那女生有刹住。什么刹住？那对于雪板族都好得很。Barry， 那我去喝果汁那边等你哦。你这太有乱了吧？我们可以上网。而且那里网速很快，要用他的网速是吗？对啊。那我该去拿来。而且我的脚里面不知道是弄到什么，有一个凸起物，让我现在脚……不要，你是水泡哎、欸。那就糟糕。会很痛，哦、会很痛。现在有一点痛。哦。小心哦。那你不是很好走？你的板子已经丢旁边了，已经丢到那边去了。你要记得位置就行。哦，天哪！这边很滑哦。要不然要走哪边？要这个楼梯啊。对啊。我刚在那边卡了很久才踏出那一步。这个吗？对啊。侧着下，你知道吗？我现在抱东西也没办法帮你，也不用帮我啊，慢慢。谢谢。先你。不是我这比较慢。找刷子啊，真的没有，对不对？什么意思？这不是我们早上上来的那个吗？没有哎、欸，这我现在怎么在拍？我早上还是左边上来的啦，应该还好。反应好走很多了。刚刚那边好。最末
看，厉害的吗？哈哈哈哈哈！你这根本就像是什么？电动玩具，溜来溜去吗？为什么会看？为什么我在溜什么？那时候我就专心看着前面用脚溜。你在做重心漂移啊？溜来溜去吗？那个门口。号码一样吗？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可以把鞋子给脱了。对啊。左转。欸，你在干嘛？想说，没有，我刚刚想说，要先脱鞋子再来放，还是怎么样？当然先放再脱，再放好就丢进去。看不见吼，哎、欸。你把那个拿下来就好，就放就对了，是不是？没有东西吗？没有。还有挂那个的地方吗？你先放。我先放。好，将我压住。好的。你不要把水滴在我的上面。放旁边。我在想它哪里哦，没有，就靠着再把链子锁上就好，链子带上的话不会倒就好。先往内靠，先往内靠。等我一下，我再带上去。拖鞋。好了，去外面拿，我拿拖鞋，你拖。姐嘞，我们要去哪里换鞋？这里啊。其他鞋子在哪？我们早上就在这里穿的，那里没关系，那里还有椅子。不，这里哦。哎，他有没有把我关掉？